心了，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挥挥手，大家好，好不好？好。男孩们，你不要一直傻笑，好不好？回一个话行吗？好啦，好久不见了，对，恭喜三年了，对不对？发行了这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新进化》。要不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里面当然是很喜欢那个《美好的时光》，因为我很喜欢许哲飞，也很喜欢小玉。对，我觉得他的这个音乐真的很棒。好，那等一下有机会好好跟大家聊聊这张专辑有哪一些大师的合作。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因为第一支主打的歌曲《黑天鹅》出来，大家应该都哇哇，这个不是许慧欣，应该都这样吧？对，其实我们这次有很多新的尝试，对，新的突破。然后我觉得，其实，在《黑天鹅》上面，应该是最明显的。对，真的。所以那时候 MV 一播出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粉丝啊、网友给你很多的回应，说这个未免挑战太大了吧？对，就是在曲风上面，我觉得有做很多的挑战。跟改变，然后当然在舞蹈上面，还有在造型上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进化，真的。不过我觉得以望许慧欣其实非常的专业，因为我听你讲话啊，跟说话的方式，其实跟几年前我印象就那个雪白歌姬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在黑天鹅那个 MV 里头，我有感觉到那个胸。那个比较有气势的那个眼神，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在排黑天鹅的舞蹈的时候，也是应该是算可以说蛮辛苦的。对，因为我很喜欢学各种各样的舞蹈，但是黑天鹅的舞蹈真的是很累很累的一个舞蹈。对，因为我那时候我之前有跟他们分享过，我说你们有看过那些 MV 有去学，因为可能是你有跳过芭蕾，所以你那个跳起来感觉很轻松。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试着去跟着跳，那个抬的动作累死人，真的。对，其实我们连舞者老师都觉得很累，对，他们都觉得非常累。怎么只会就看 MV， 下次不要来了，这样，因为太累了。对，我们都是就是隔一天真的是有一点起不来。就是我们第一天排完舞蹈。然后隔一天要起床的时候，真的是不想起床，而且是起来的时候整个腿脚软了，对，好，真的很辛苦啦哦。所以这一首歌是阿迪奥老师的这个整个概念嘛，因为希望可以就突破你之前那个白雪歌公主啊，然后好像是非常的乖巧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在唱歌的时候，就是你有特别去想象诠释那种比较女巫或者比较坏，比较就心里头就比较不一样的那个。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有听过《黑天鹅》的这首歌，其实可以特别注意到我们在主歌跟副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其实主歌是在唱的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人，其实就是在说要百分百的完美，然后很纯净，然后这些感觉。然后其实到副歌的时候是就是发了疯，然后解封了，解封了，然后奔放了，对。所以这个人就是有一点像把所有的爆发力就突然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唱法也是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唱法。OK， 所以这首歌录的时候顺利吗？还蛮录的还蛮顺利，对，真的很快。其实比较累的真的是孤单，但是说实话，唱也不是很容易。就是其实我唱了几次副歌，我喉咙也是会蛮累。因为这首歌要用一个比较喊出来的那种，有一点快要吼叫的那种声音唱出来。所以我们唱了几次，其实就要稍微休息一下下。对，我听你讲话，我觉得你应该唱白天鹅才对啊，完全想象不出来是唱黑天鹅的那个人呢，奇怪了。好吧，那这张专辑哦，就是说因为其实除了主打歌曲啊有很大的突破之外，酷酷嫂有没有先水可以先送个水上来好了。那个男生你都不够贴心，没有随身带水，对不对？但是你们喝过的就不要送上来了，好不好？好，来，我们先喝个水一下下。
好，那我们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没有看到Yvonne徐慧欣了，有感冒吗？对，我前一阵子就是感冒的比较严重，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好，慢慢恢复当中，但是还没有完全好，没有痊愈。对，是真的，比较严重，因为同时感冒加上过敏加上气喘，所以整个一起来耶。对。那等一下，我这样，我好意思叫你唱歌吗？有一点过意不去。没有没有 ，OK， 还是要唱嘛，好不好？是啊。这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大家就是要给我们多一点的掌声哦，好不好？好。那除了这张专辑之外，那另外有没有就是因为跑签唱会的宣传，就是做这张专辑的宣传嘛？那另外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宣传计划？有，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而且也是一个我自己很期待了很久，我们在5月11号会开一个 mini concert， 对，演唱会，对，台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现场，然后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气氛。我有觉得唱片公司排在5月份啊，5月11号，对不对？这表示那个 mini concert 这个当中，你应该还有一段非常辛苦的那个排练的过程啊，等等啊之类，感觉好像。哇，会一直累到那个时候哎，他们会先放我一个假，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先放一个假，然后之后我们就要真正的开始好好的排练，对，然后希望这个演唱会可以带给大家很精彩的表演。对，那所以就是相关的内容跟购票的方式，大家都可以上官方的网站来查询，好不好？好，那我们聊了一些专辑，那当然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来到台中啊，跟台中的朋友见面，对不对？有什么样的歌曲是你想要介绍给我们台中的歌迷朋友？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有找了很多很棒的音乐老师都有来合作，包含就是从第一张专辑一直合作过的音乐才子，就是 Peggy 许哲佩，这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女生。那包含像阿爹老师帮我做了黑天鹅，然后很多其他的也是第一次的合作。那像小胖老师或是方文山老师，其实大家都有来帮忙。对，然后还有像小雨老师，一个比较其实他在制作上面是算比较新一代的制作人。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做得非常好，对，我很欣赏他，对，在新一代音乐人当中对是做的。那其实方文山老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可是他其实在我第一张专辑也是有帮我写过词，所以我也很开心，其实过了11年他可以再来，然后在我第九张专辑又出现，然后也是也帮我写词。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不一样了，你这一次就专辑里头找来很多的这个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跟优秀，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华语音乐人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是很祝福啦，就是可以发了这张专辑，尤其是在超过满10个年头之后的第11年，对不对？而且又选在1月11发片，可以感觉出来那个企图，对不对？11我们也希望冲第一名，好不好？有没有一姐要冲第一哦？好，所以要帮我们一姐好好的加油。那所以那就马上报名唱专辑当中的歌，好不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想送给大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方文山老师帮我写的歌词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MV， 但是先送给你们这首歌，一个人唱歌。好，来，我们掌声。我让你选择。
我有感觉出来，其实他真的很辛苦哎，咳嗽对不对？哈，不过真的还是很敬业，很敬业，好不好？来，有人有喉糖吗？哎，但是吃喉糖就不能唱歌了，对不对？但是吃过一半的喉糖不要拿出来，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没关系，可以吗？可以吗？对对对，哇，真的，我这个时候我这样子一直说，哎，你这样唱一首不够，好像是显得我人太坏，对不对？好，不过因为我其实觉得这张专辑里头除了主打的歌曲之外，其实是真的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对不对？所以就是只听一首其实有一点可惜。那你刚才唱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在黑天鹅之后巅峰主打的歌曲。好，我自己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难定义它是抒情歌，对不对？不算是，它其实是抒情歌，可是它是有节奏的。对，然后我也一直觉得它节奏很 interesting 很有趣，对，因为它让我想到心跳的声音，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感动的地方，对，因为就是他会觉得他就是很有一点残忍，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应该有过这样子的感觉过，就是可能分手过失恋之后，失恋的时候，对，然后想试着忘记这个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还在等他回头，对，然后可能就是。还会就是过不了那关，而且这一支歌曲，其实整首歌的那个编曲啊，是这样会觉得其实是失恋的，是悲伤的歌，可是我还是有听到那个力量在，对对不对？有那个坚强的力量在，所以这首歌我刚刚有跟他们说，我其实特别喜欢那个编曲的部分，还有那个钢琴的旋律都在这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非常的好听。除了词写得很棒之外，对不对？好，那当然呢，我们也帮许慧欣也非常的认真唱了，好不好？其实我跟你讲，真的生病咳嗽还是这么认真这么卖力，真的很不容易啦，好不好？大家等一下多多的支持一下哈。然后我现在又要说，那因为其实今年有很多好听的歌，但因为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还是要顾虑到这个好好照顾身体啦，所以不要让它太累。所以我想呢，在介绍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之前，我想先用一点点的时间，让以梦许慧欣可以跟我们台中的歌迷朋友一起合照，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把握时间。那我们中间的朋友啊，就旁边的朋友进来往中间那边来讨论。大家有专辑吗？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把专辑拿出来。好，然后呢，一梦许慧欣呢，等一下会来到这边，然后180度就转弯来跟大家一起合照，或者是有帮忙做这个看板的都可以拿出来，有专辑的拿出来。那我们会把今天的合照呢 po 到 HitRadio.com 的官方网站上面，然后你会 po 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所以大家要尽量把脸跟专辑都露出来，好不好？来，那我们把专辑举高一点点，不要遮到自己的脸了。好嘞，好，这张专辑叫做《新进化》。那我们现在以望许慧欣呢，在这边跟所有的歌迷朋友一起来合照。那我们有很多的歌迷朋友呢，其实已经支持以望许慧欣很多年了。那当然呢，这张《黑天鹅》单曲呢，其实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在这一张新进化专辑当中可以听得到。好，3、2、1，用力微笑。1月11号发行哦。好，要照顾一下这边的朋友吗？好不好？来，旁边的朋友们可以帮忙拿出来吗？现在才化妆来不及了，好，现在才化妆来不及了，好，来，请。有，那个三箱的秀高一点点，好不好？对，耶。云梦许慧欣在新进化专辑当中的《黑天鹅》，来，这边好，这边，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哦。我们在现场买专辑，还有送海报哦。
合你的签唱会的？因为你的签唱会就是以黑色跟红色为主，我们整个现场一片红，是不是很喜气？是，对。然后你又穿金色，我整个觉得就是过年啦，对不对？啊，好，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农历的新年新希望？希望大家可以身体健康，希望大家可以幸福快乐。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妹妹的 baby 可以很健康，顺利的生出来。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大概六月的时候。哇，真的？那你就要当那叫什么？那个是你叫他小孩要叫你什么？姑姑、阿姨、阿姨呀、阿姨呀、阿姨、阿姨。哇，这个很特别的感觉，对不对？哦，好，特别的感觉。好了，所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嗯，哎，我再帮你加一个好不好？我们希望专辑大卖，好不好？对，谢谢。好啦，真的要好好的来帮自己加加油啊，对不对？哈，而且希望5月11号我们的演唱会可以大成功，好吧？好好，那所以希望大家要拨空去台北哦，好不好？给我们支持一下哦，哈。好，那这张单子里面有很多就是跟你第一次合作的老师，对不对？那在跟聊老师之前啊，就里面还有你自己的创作，对不对？是，什么样的心情？写了两首歌曲，而且我觉得两首歌也是对我很特别，因为我这次写的两首歌曲，我也是写的，我自己写的歌曲，有的时候我只是会写一点点 melody， 就是旋律而已。可是这次我写的非常完整，然后我写的整个歌词都，我写了一个英文歌词，然后我连编曲我都。都想好了吗？对，有一定的，所以其实我这次非常的挑剔，我平常没有那么挑剔，对于自己的作品，只要好听就好。可是我这次就会很挑剔，就是某某乐器，我一定要。要是你要的那个，对对对，然后如果我不喜欢某某感什么什么声音，我就一定要换掉，或是歌词没有写得很好，或是没有完全达到我原来的歌词的那个意思，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就不对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坚持，然后让大家很头痛，因为我就说，如果真的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那我宁愿就不要放。我其实真的觉得音乐人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做久了，然后就是又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龟毛，所以没有就会觉得那真的是。因为你想的那么完整，然后你就会觉得他那样子就是很 perfect， 对，很完美。可是如果就被变成一个完全另外一个意思，或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感觉就不对了。可是，例如如果他原来的要传达的意思是感激、感谢你所爱的人，然后后来他变成一个就是。舞曲或是什么，就是你就会觉得不对，对，而且少了那个意义。所以编曲啊、乐器啊，跟唱的方式，你整个都会非常非常的要求，尤其在你自己的创作里面。对对 对，所以也很感谢老师，很包容，对不对？好啦好啦，这样子对，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就是创作人本身的一个尊重啦，对不对？就是也是支持那样的想法。那我知道，其实很多的音乐人，其实真的进到录音室，真的都会非常非常的吹毛求疵。非常的严格的要求哈。好，那所以都是你这三年内的创作吗？还是说有一些是之前的作品？这两首其实是对，都是这三年内的创作，这三年内写的歌曲。所以其实这张专辑其实比起十年前第一张专辑应该是更丰盛，对不对？真的是经历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故事。对，对，好，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那还有什么样的歌曲要介绍给我们大家？今天要特别介绍一首歌曲，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然后这个制作人也是我们刚刚也有说过的，其实他是一个自己也是一个歌手，然后很会唱歌。那这次跟他合作也是第一次合作，那就是小雨老师。那其实小雨，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其实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他自己那么会唱歌，而且这是他自己写的歌曲，对，所以也是一样。因为我知道那种心情，就是你自己写的歌曲，你会希望它是某一个样子，对，你不要给我唱成另外一种样子。对对对，我就很怕会让他失望，或是唱不出来他原来想要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他人真的非常好，而且他也是都。他很仔细，可是他都是用一个很鼓励的方式去，录音导你，对对对，然后我们录得很顺利，然后，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我整体都很喜欢，不管是说旋律、和声、歌词、编曲，其实我觉得都非常都还蛮棒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幸运的，因为专辑里面有你很熟悉的合作的对象，然后也有一些第一次合作的，然后刚好你们就是又能够很 match， 能够对到那个位，所以其实很不容易耶，真的。然后小雨的专辑是在去年年底嘛，2012年年底发行，是12月的时候。对，那张专辑其实也非常好听，我自己很喜欢，就有在我的年度十大专辑当中。2013年，我希望你的也要在我的十大当中，好不好？我也才年头而已，好，所以好好的来加油，然后也把这一首小雨担任制作人的歌介绍给大家，好不好？你的小说这首歌，我觉得它要传达的message 非常非常的好，是在教我们，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带来一点电子音乐的感觉，可是又非常的舒服，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我们掌声，谢谢。
最后尾巴的时候，不是有哇那个飙高音的部分，有没有在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臭小雨干嘛给我加这一段什么之类的？其实他这一段非常坚持低音，真的真的真的好。不过其实我因为你今天下午在高雄，对不对？对不对？好，因为高雄天气是不是很热？对，跟台中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今天刚好从菲律宾回来，早上，我那时候从热带的地方到这边，我也觉得整个喉咙会非常非常的干，对不对？哦，有一点影响哦，但没有关系啦，真的很敬业，对不对？我们再给茂雄卫星掌声鼓励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就不再为难你了啦，不然的话我跟他讲说每首歌都好听，每首歌都唱一下啊，对不对？好，因为很久不见了，然后也让他就有机会好好的休息一下，要好好的练身体到5月11号，好啦，那我们就到后面准备签名，然后呢也把这个时间跟机会留给所有有买这张专辑的歌迷朋友。好，那我们呢现场所有的朋友，专辑里面有很多很棒的音乐人，包括有小雨、小胖老师、林伟松都有特别来帮他唱歌，另外还有佩蒂许哲佩。那么在舞台旁边可以买得到这张专辑作品。那如果要签名的朋友，请把你的专辑拿到这边来，来来，我们这边有一个穿灰色啊连帽 T 的工作人员，来，请到舞台旁边这边来，准备把专辑带上来。那我们今天把整张专辑带上来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买专辑送海报，那今天也帮我许慧欣呢，因为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所有的歌迷朋友了，所以我们今天海报也可以帮大家签名哦。好，来，有专辑的朋友请到舞台旁边。那要买专辑的朋友在这个队伍的旁边这边可以买得到哦。手中有专辑的朋友可以直接把专辑带上来，然后帮我把塑胶通道拆掉。购买专辑的朋友在这边，十首原创的音乐都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一望许慧欣的新进化，也希望大家可以呢来一起听见一望许慧欣在这张专辑当中他的新突破，另外也可以看得见他在音乐上面的努力哦。那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两首自己的创作，那当然呢也包括了像爱战放荡的歌曲，里面有一些他自己的真的是很内在的故事哦，希望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收藏。那这张专辑呢现在呢在舞台旁边这边就可以买得到咯。好爱的一
首歌，有没有发现他放在黑天鹅之后，整张专辑的风格跟感觉就是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遗忘是彗星，每一种不同的曲风都可以诠释得很好。这首歌曲呢叫做美好的时光，也是配给许哲佩的作品了。那另外呢也可以听到配给许哲佩的声音哦。
作。另外有没有熟悉自己也有两首唱作，非常非常饱满丰富的一张专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好好的珍藏。那我们的萤幕十位新人在现场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一下。这一首歌他自己也很喜欢，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整首歌曲，有没有那个节奏一下一下被拍打下去的感觉，还有那个中间那个钢琴啊，哦，是旋律啊，哦，穿插在整首音乐当中，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听。
喜欢。然后紧接着今天开始有。